大家来说笑，欢迎节目主持人康康玉芳。打开电视，看咱大家来说笑。哦，今日吼，咱的好朋友吼，拢是足健康的，有咧运动的人。健康的，啊，搁一个小朋友呢。哎呦，伊娃够水诶！我问伊，伊明明只有三岁，我问伊讲，你几岁？三岁。对啊，他一脸的不高兴。我说，你讲三岁比五岁有很委屈吗？你看他还是一脸的不高兴。他不知道人家在拍他啦。对啊，来，今日介绍今日好朋友，他们是台北县树林市太极养生协会的叔叔阿姨、大哥大姐，欢迎。来，咱今仔日要来开讲的哦，主要要讲咱的交通工具。哦，顶个有讲过啊。啊，我交通工具也讲未煞。系啊，因为交通工具太济了嘛。我啥？骑脚踏车。买算。桥都歹。诶。坐车啊，车佫有分客人车、家己开车、火车、捷运、高铁、坐客人机、混侠机、直升机。太夸张，有这么多人耶。哦，他们所以讲没料啊。对，没说啊，对不？简单的话，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。好，第一位那个欢迎石中玉小姐。这边请。好久，中玉姐，好久不见。你好，你好。来，阿公要讲一下笑话一下。我们这，有一个妈妈，她带着小孩去参观那个水族博物馆。哦，水族馆。结果呢，小孩子不小心吼，在那个鲨鱼池里面呐。哎呦！吼，啊，妈妈就足紧张，叫救命哦，救命哦，什么人来救阮囝？哎呀！啊，结果迄管理员吼就很急着照过来啊，啊就气急败坏安尼，啊就要甲迄妈妈骂啦，骂讲。你是捌字哦，顶面明明写讲禁止喂食，啊，你来甲囡仔蛋落下面。无啦，还是我注意的啦，不是我甲囡仔蛋落下面啦。系啊。我讲咪精神病患哥哩。哎，哎，管理员就讲你唔捌字，你看顶面写明明写禁止喂食，啊，你搁甲囡仔蛋落去。我真正会紧张死。系啊。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有一间精神病院呐，吼，啊，有一间吼，啊，一个护士就看一个精神病患伫遐咧写批，啊，护士就足好奇的啊，甲问讲，啊，你即摆写批，啊，你是要写互谁？啊，精神病患就甲伊讲，我是要寄互我家己的啊，寄互家己，对啊，啊，护士就阁足好奇的甲问讲。啊！你内面是写什么内容？吼！啊，精神病患就甲回答讲：啊，我都还未收到批，我哪会知内面写什么内容？啊，你是白痴哦！精神病患没白痴哦。对啊。啊，你足可怜。啊，伊的逻辑就讲，我要写什么，我改。对啊。你是白痴哦，我都还未收到。对啊，我都还未收到，我哪会知什么内容？连集合，场集合。我讲完话只剩下一分钟，扫息之后开始动作，扫息。哈姆走，哎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。白啊，唔白好势，山都跳啊跳到这里。
综艺大哥咧做个人入住个拍摄馆哦。啊，什么拍摄馆？有一届吼，阮就做去东南亚巡回演唱嘛。啊，坐飞机我坐伊个边啊，吼，结果一上飞机以后吼，你知影咧飞机顶啉酒拢唔免钱。对啊。吼，啊伊就一直甲空中小姐要红酒喝。红酒，红酒。啊，就甲讲，哎，松一松一。不要喝太多了，等一下喝醉了哈，喝醉了不好了。他说：“哎，你也拜托，我海量呢，我怎么会喝醉？”哈，啊，结果伊就一直啉啊，啉到尾啊，飞机到位啊，啊，大人要落飞机，结果伊徛袂起来啦，伊爬袂起来，爬袂起来啦，我就甲伊讲，你看。我叫你讲唔好啉遐尼济吼，啊伊都唔听话，啊即嘛啉酒醉啊，徛袂起来吼，啊足歹看呢。讲你咧讲啥话？啥物人讲我啉酒醉？我是晕机呢，我不是喝酒。我嘛是讲第一摆去日本，啊坐飞轮机，啊他就会问你说需要酒吗？什么酒？什么酒？啊我讲哎呦。平常时啉酒拢爱开钱，这不免开。啊，不过我啉了是一杯就红啊，我面很容易红。啊，啉了了吼就红的。啊，搞日本的那个海关，海关伊就讲问我是咪啉酒。嗯，我讲是啊，啊就干无好要我见面的。啊，我心内想讲，啊酒是恁让我啉的，啊不是我搞错的啊。我啉啊啉啉的，可无好见面，啊是啥物意思？我有一次我去台流嘛吼，啊要回来时阵在四川嘛，坐飞机去香港转机嘛，啊在四川的时候要上飞机之前，他就带我们去当那个，你要上飞机之前不是都会有那个观光的商店嘛，他就说哦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台湾来的观光客，我们这个吼药酒，四川就是药材之乡嘛，这个药酒吼。好酿了几十年，这个药酒很棒哇！每个团全团每个人都买个10罐20罐这样带走。一到了飞机呢，飞机上面就跟你讲，那个酒精浓度超过20%的人不可以带上飞机。啊，我们一看，嗯，啊每一罐都超过40%，啊你如果不能带上飞机，你怎么会在上飞之前卖酒给我们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是蛮矛盾的。然后通通把我们给没收了。我看就是那些空中小姐想自己喝。我们坐飞机哦，我吼无犯法，啊，搁摕上车，我拢知影啥物物件会使偷，吼，啊，迄个配饰牌啊，遐吼，吼，扑克牌，扑克牌，嘿，我拢甲偷，眼罩可以哦，嘿，甲每一个哈小姐都钓过，都甲偷，啊是空中车也甲偷，啊搁做甲衬托啊，衬托嘛甲偷，啊搁吼，迄个做牙刷也可以哦，嘿，牙刷，吼。啊，佮我说，哎，佮我拖迄囡仔吼，囡仔要困迄摇篮啊，卸摇篮遐啊，哈，拢佮偷。你摕囡仔摇篮要创啊？嗯啊，哎，才囥在头前啊。啊，恁厝咧开干妈店没有？而且有时候那个空姐他们会给我们泡面吃。对，跟他要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对啊。来，也有好的啦。嗯嗯。来，今天我们钟玉姐来啊，打扮的这样光鲜亮丽，因为她要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叫做是。说不出的快活，来鼓励鼓励。老实对你说，加加加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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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加莫，一定要我说，耶我莫莫无迷你莫加加莫，你还是别管我，也可以免得讨厌免得啰嗦加加莫。加加加莫加加加莫加加加。莫加加加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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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评审可以给我们几分？
来，我们的评审请举牌。第一位，我们的李雄阳理事长。要告诉你，我比谁都爱你。鱼儿在你的眼中，好大自己。我是奥斯汀。Hello， 我是哪吒。哦，假拍听，你卖就卖卖五百亿破裂嘛。再来就是我们的中英小姐，欢迎中英姐。坐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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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下。中英姐好，谢谢中英姐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哦，今天在搭板的啊呢？嗯，是有。是你花的安尼？系啊啊啊！敢那咸菜花咧？啊，咸菜花拢是。这是你的标志啊呢？有呀，轻功相向。当时啊，玉芳嘛模仿你呢。无啦，玉芳很本来就真水啊。没有啊，因为你走在时代的尖端，我们现在年轻人都流行要穿这个叫 bling bling， 闪闪发亮。哎呦，这我穿过十年前的衫呢。哈，闪闪发光，跟钟玉姐一样，有没有？不不，伊是动感派啦，嘿。啊你咧？我，你感动派。啊！你两个讲坐飞机，啊！你刚刚有坐什么会？哦，等了好久诶。因为阿叔，我拢定啦坐，咱本来咱这电视台吼，拢坐捷运啦。哎呦，诶，啊，若要去到高雄看阮大姊吼，啊，就坐了。哎呦，今麦够定来去看伊呢。有啦，有当时啊，你也看啦哈。因为今年都九十二岁嘛，嘿，我就去看，坐了阿叔了。许光浩呀！哦，啊吼，唔是讲我伫等你呢，嗯，唔知是恁这个讲大家来说笑，给我这个机会，吼，搁给英国遐人讲，捌看到我的电影的人，啊，看到我想到英国年轻哦，看到我拢欢喜个咧，足欢喜个，嘿，哎呦，我一边讲去坐火车啦，哦，啊坐要去啊，做高雄嘛吼，啊，是阮要来放尿咧，哎，要去放尿，你来放尿咧，啊，咱年轻人，咱袂。没讲放，没放了。你哦，临场感就好就是嘞。哎，是的，我有咧微红笑，就搞的呢。啊，我讲过嘞。啊，就要放尿啊，放尿，要放尿。啊，所以行去，要个字哦，啊，字未开啦。二手的啦。二手本身的门。本身的门。啊，原来内底个开开哦。哦，开开。啊，一个查某人怎出来啦？哎呦，我三小姐呢，看到我怎讲？哎呦，啊，你敢不是康康的内底迄个钟大姐哦？哎呦，啊，我对手来救你啦。哎。啊，我实是要较紧。哎，你是来叫紧啦，冻袂掉，还佫甲你救的。卡拢伊，啊，我看起来懵啦吼。哎呦，哎，你个真难，真难哦。对啦，啊，咱直接拄着你啦，啊，你直接要创啥啦？来，开讲起。对啦，啊，就是懵啦。我讲啊，哈，是啊，是啊，多谢。吼，爱看无？我讲，哎呦，哦，迄节目我拢真爱看。啊，佫一个来啊，佫一个来，有人要介绍。啊，迄个，伊就甲迄个人讲，查某的。哎呦，恁知？恁紧来看，恁紧来看，你知伊是啥无？伊常常咧，大家来参加伊的注音啦。哎呦，对无？你来遐搞？是不是拢安尼？恁紧来，恁紧来啦。啊，过来咧。啊，迄个讲，那是，迄不是啊，迄阿哥啊。唔过听讲，难怪你来，你嘛有人认得人。啊，拄只迄场的人客吼，嘛是讲啊，钟阿姨，啊，要许讲无啦，阿哥啦，哦，阿哥，你今仔日来哦，讲先。无，敢毋是有一个查甫行过去，你共伊阿姨的手讲，啊，你毋是简单了，简单了，我讲简单是啥？简单咧，就是因为阮咧做秀的时阵哦，有一阵啊做四弟哥啦，头拄个人客气哦，就成迄个简单咧，啊简单就好唱歌嘛，啊我甲讲，哎简单，简单咧，啊伊过来甲看，啊简单咧，你怎话咧啦？拄只，啊只就无简单咧啊，拄只拢做复杂的啊，哪有简单啦？哎呀，啊你听讲你坐捷运哦，买困过头，什么困过头？我精神真好，哪困过头？无吗？唔是啦，迄是一遍，啊不是安那，迄是一遍哦，我是燕山啊，吼吼，上车啦，上车，啊啊，想要去啊，要去北投啦，哦，要北投啊，啊多
迄边啊一位空空啦，啊我坐落去呢。我，一位空空是我。一位啊空位啦。空位啦，空位。嘿，我就甲坐落啦。哦，你甲坐落。啊，迄个吼，哦，嘿，人话真济啦。就讲，哎呦，今日甲你坐坐有足欢喜哦。嘿，多谢多谢。啊，你庄严大姐吼，我讲对啦。啊，你哪说啊？嘿，啊我都。拢定啊！伫迄个、迄个做康康的节目啊，还看到你啊，嘿，哎来大家来说笑啊，啊，迄个起笑，哦，迄个外笑嘞，足好看。我讲我也谢谢多谢吼，哎，啊，恁恁嘞，迄有足侪钱哦。我讲无啦，凊彩尔啦。伊讲，哎，听讲哦，好，康康的两个啵，康康甲幼芳的两个啵，赚足侪钱。我袂讲啊，无影啦，翻弄哦，翻弄哦。我讲无影，人迄康康是还袂出啦吼，啊，人幼芳已经。已经生啊！哎，生生伊啊！伊讲啊，迄个刚刚生的啦。啊啊，真好笑，就相当的吼。嘿，我讲唔是，还佫袂相信。哈？啊，唔是，唔是哪会遐尼吧？嗯。什么遐尼吧？讲恁两个讲袂遐尼吧啦。哦，莫搞紧张噶吼，什么遐尼吧？啊，直直讲哦，吼害我吼，说是要坐到北投，要去洗身躯啦吼。啊，直直坐到煞变淡水啦。变淡水嘞。帮你坐回头啊。啊，迄人佫甲我安慰哦，迄人去吼，迄朋友啦。佫甲你安慰。我把商消息甲我安慰。我无紧啦，坐过头，你佫坐长也免钱啊。但是讲真真的哦，观众朋友有当下特别咱拢会足，足爱问的啊。因为他难得遇到嘛。啊，尤其是恁两个啊合作啦，袂是袂是讲斗辛苦，合作辛苦嘛。对啦，大刚看到阮两个啦，嘿，对，就是阮两个斗阵啦。哈，啊，听讲你捌闯红灯红了着。哇！哈，你想要闯红灯？你真的开车啊？唔好啦，袂响啦！我啊，无是安那。我来养开车袂响啦，迄是讲我早时吼去运动，互人看我生小姐啦吼，还有医生大家讲，骑个脚踏车嘞，哇，骑到偌帅嘞呢！我咧想看咧想，唔单脚踏车，因对少年我嘛骑个，吼，搁个骑雨伞咧骑嘞，嘿，迄少年看到我拢甲哭死个，啊，所以我想讲，无变过哦，无啦，未可以。安尼骑，很好看。然后嘞，我阿哥用一边个哦，什么用一边？下一边过。哇，下一边。啊吼，啊我想讲啊，安尼好，我即马吼，虽然我83岁来讲吼。我嘛唔是输啦，嘿，我早有来去买一个脚踏车，脚踏车，好，啊有人去公园去骑，头一遍骑阁未使哦，虽然讲永过会晓骑，可能吼，颠颠倒倒安尼，颠颠倒倒吼，硬要跋倒哦，啊第二天就好势啊，第二天就好吼，就安尼甲小白比较自在，嘿，甲第三天我就甲好上路啊，骑大路啊，嘿，马路啊，啊结果嘞，结果吼，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阵哦。迄交通警察讲：“乌马桑，当哩，你先来共闯红灯，哎，赶紧弄红灯啦。”安尼喏。啊，迄个时阵我讲：“好，我想讲，来当安尼讲，会发点知。”会。啊，我所讲，迄警察先生啊，等你嘛呢，来看卖下嘞，我乌马桑啊呢，我83岁啊呢，啊红灯遐尼悬，我敢弄会着？你讲我弄红灯，那有可能？我都几岁啊？83岁啊！红灯啊，关着。嘿，我弄会着。你讲啊，啊，你着阿哥嘛？好啦，莫甲你换啦，莫甲你换啦。你阿公，阿哥金一个，伊就讲我金贵，原地吐司，搁一改啊！原地吐司，吃。又，你看话又啦，不啦，不是又，也傻啦，你无咧点名啦。来，出来讲一下笑话，不是讲笑话哦，每一个家庭的囡仔拢足巧啦，吼。3、4岁啊，啊，大家人看电视看，啊，人看到人咧烧金哦，三岁、三四岁都，哎呀，烧安尼啦吼，啊，
到差不多六七岁，才看到就讲啊，两个人相爱啊，安尼啦。好，啊，因咧老母咪听到讲，哎，这囡仔这巧哦，免啦，吼，嘿啦，有当时爱创啥个啊吼，叫偷听到就害咧吼。啊，所以就一个甲因翁吼，就讲通好啦吼，讲有当时啊吼，咱要做三开啦，吼，要做三开，就是讲，若要创啥个时阵吼，啊，你就用那个喊问啦，问讲。哦，三开是一个暗号嘿哦。嘿啦，做三开，反正咱普通讲，我若介较好，我有当时啊手牵一下，安尼嘛是才散开啦。哦，暗号啦。嘿，哦，这是暗号吼。做散开的暗号，无有哪有实在的爱迄个型的，才做散开的啦。啊，伊即款，因翁就甲因某讲讲，啊，水妹，我即下来甲你讲，阿母啊，因翁有买啊做洗衫无？吼，啊，你若讲有，吼。我就知影，伊讲啦，我会用讲啦，我讲赶紧的啦，去洗身躯洗洗，衫换换咧，我通啊洗啦，吼，安尼就是买啦，因暗就是要创啥戏啊，安尼啦吼，嘿，啊，不过这翁仔某中间哦，总是哦，人是爱冤家，冤家，嘿，随个姊妹相加，啊，冤家咧，到底因这两个吼，拢冷静，因某嘛唔敢，唔爱去问伊，啊，因翁嘛在讲嘿，我唔爱问你，啊，不会动久的讲，我唔爱插你，我唔爱插你，啊，两个动，动了因翁吼，怕唔动袂掉，动袂掉，就我家因囝讲，家恁老爸囝讲讲，你去问恁妈妈，看有要洗衫无？因翁要洗衫无？哎，囡仔讲好，妈妈，爸爸问看你因翁要洗衫无？哎呦，因妈讲。拢伫洗衫店洗了啦。去洗衫店已经洗了，洗了人替伊洗过就对啊。都无要做个代志啊啦。哦。嘿。来来来，啊，今仔要公舞带来不一样的表演哦。哪有？哈。公舞。今仔你要跳恰恰哦。啊，咱定定要跳恰恰呢。啊，不一样的表演就是阮两个改伴舞。好啦好啦，好不？好啦，啊要唱什么歌？啊，这小巴掌好不？摇麦棒哦。哎，小巴掌。来来来，好看。先生，你甲我带带花一下。小马扎嘞！站了！你来讲小麦棒？无啦，讲小马扎。哎，我谈的小麦棒。小马扎。好，阿伯笑。是唔对呀，哈！小浪淌，小浪淌以上，恁家个烫烫温刀啊！哦，对，就是小浪淌。是的啦，他连互相烫来烫去嘛，就爽的。是啦，好棒哦！来，我们看评审可以给我们几分？好，来评审请举牌。第一位，我们的李雄阳先生。十分。陈玉峰女士。十分。吴英梅女士。哪里啊？洪蕊
车车车，这拢是哦，恁这倒卖小蚵仔，卖到这变，这这分数这悬。谢谢周英杰，阿姨走。耗子阿强来搞笑。上啊好，今仔日是咧营区的班长。哎，观众朋友遮尔啊多，时间又过来到六点半，唔知观众朋友恁食饱无？真好，真有精神。水啊，班长即马是愈来愈歹做吼，啊，因为即马吼袂使讲咧不当管教，所以吼对阿兵哥吼吼拢爱就态度足好个啦。啊，若甲骂了、甲吸着吼，拢随甲我申诉，害我拢去互排长骂。所以讲吼，马紧啊！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吼，咱这做班长还较忍耐，唔通咧常常咧甲派这新兵。今仔日阁有一批新兵来啊啦，即摆吼直接甲叫出来咧，好啊训练一下。啊，注意一下啊！三分钟之后，连集合场集合。我讲完话只剩下一分钟，扫息之后开始动作，扫息。真好，哦，一群散兵，哦，白啊唔白好势，双都跳啊跳较济咧，啊，去了你也是，袂使生气吼，这新兵吼，含衫都拢啊袂分好诶，慢慢来，慢慢教育，哦，真好吼，啊，即马一开始呢，咱先来点一下人数吼，啊，来报数一下吼，注意，报数，报数。你爱画一，好，报数画一好。啊，你叫。我要先教啊。拍手拍手，班长们，教育后，今麦画报数要来画一二三四，按五六七，按一直画来。报告班长。嘿嘿，啊，拢爱举手哈，好，搁一届哈，准备哈，啊，报数，报数，一、二、三，人。好啦，就你正在哈。咱四个人咧，你画画偌济？画三啦。你画三？系啊。啊，四个那画三，我搁画一届啦吼，搁画一届，搁画一届。其他四个那画三啦咧。啊，准备好啊，报数，报数，一、二、三，无啦。啊，你看，我画四啊。你还画四？你顶个一次过，你顶个过。二。你画二，你画三，啊，你画二。二。哎，为什么伊是画偌济？一画一哦。你来画伊，你第二个咧。你的连队无画。你画啥？报数啊！报，你是报数。啊，别再学。好啦，安尼咱即马练习即个刺枪术好啊。哦，刺枪术。刺枪术吼，非常的即个重要。哎，安尼你啊，我了甲步枪摕出来。好，大家去甲步枪。我来提枪，来来来，紧，大家紧提枪，紧。啊，即讲到即步枪吼，啊非常重要。啊，咱嘛拢知影，阿兵哥吼，诶，性命，抢人生功是第一生命。啊，金龙吼，动作较紧啦，金龙妈做啊，弄下，整个带弹拢是夜穿咧困的，所以这步枪非常重要。哦，啊，今麦拢穿拢夹好阿未？好啊。嘿嘿，无啦。啊，你夹这個？你夹，你要扫酒哟？无啦。嘿，啊，你要拍网球？嘿，好晒啊。啊，你是要爬山哟？夹一支要爬山。啊，无就好，你夹好啥？散步。散步。无啦。啊！我叫你行步枪，你行这种啊？无啦，啊，咱真正成功啦！啊，咱今仔伫外口出操啊！哦，我是讲就地取材，好安尼哦。嘿啦，哦，啊无，是讲嘛好啦，啊无步枪危险吼，咱练习就先行这条，代替一下好啊。好啦好啦，啊，你即马要刺枪术吼？刺枪术，啊，我看下吼，你敢那袂歹啊？我你出来示范一下。哇哟！原地突刺，刺！杀！原地突刺，刺！杀！哎，你都杀掉你，过去，你
你差钱要喊不到钱啊！这样啦，一个话原地吐刺的时候，我刺啊，别人的刺过来啊，听不？你刺过来那就下去，那叫杀！你个屌，快啊嘞！真的啦，无你啊，你个枪就得用肚死啊，你个紧堵啦！啊，算算算，看来看来看来，喂，堵掉袂歹呢。安尼，咱即马大家徛好，家己的位安尼徛好，来来来，徛头前的徛头，啊，徛后壁的徛后壁，来你徛遮，来来来，原地吐刺，刺，杀！擦掉啊！啊你，不要杀，杀杀别开始，杀杀袂啦，杀杀，杀，无啦，唔通啦，你即马是赌对啦。啊！你讲我往前刺啊！啊！你甲阿伯啊拢拄一个吊上去！啊！阿恁哪在老话？啊！扫你一直撸一直撸，吼！啊！但是撸过伊，敢那真快乐诶！无啦，伊是那个什么哭笑不得，阿廖，哎呀，悲从中来啊！阿那边呢？啊，就这阵麻烦者，我甲呼吁了医药室，好好好，你吊上去啊！系啊，胯下吊上去，他认真诶啦，我别刺，原地吐刺，刺。又你太坏又啦，不啦，不是又，你傻啦，你无在点名啦，我混你，我比较混你，哎，我不当兄弟，不当兄弟，你往那填兵哦，来来来来，刺啊，傻，傻，傻，赶快原地耶，然后原地吐刺，刺，傻，傻，好，碎碎碎，阿力好，那你把赌右边哈。右侧突刺，刺，杀！呀，那拄着一棍天兵啊！再来就是我们的邓志宏大哥，欢迎。那个邓大哥也在内地，对不对？我在大陆。对对对，然后听说大陆的司机有时候会。带宠物出门，哇，那是我真的很少见的经验呐。有一次我就在大陆，这个开车的不叫司机，要叫师傅。哦，师傅，哎，师傅。然后他们只要有领域的都叫师傅。师傅，然后开车，然后我就坐计程车要去一个地方，我怎么听都觉得很奇怪，熬不还熬到我的咕咕咕咕咕五个星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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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，哎，师傅，您这后面怎么回事啊？那是有声音。我说，哦，对不起，哎，别人是遛狗，我今儿个遛鸽子。把鸽子放在车子里，里面出来遛啊。上街是遛狗，他把鸽子全放在他的后车厢后头。嗯，他说您别介意啊，一会儿我靠边，然后呢就把鸽子放。我后面大概有30只鸽子，北京很大，我放了呢，就目的就是让他们今天晚上我回家之后，我就数一下鸽子到底回来几只，是吧？让他们认路回家，我训练我的鸽子，要遛鸽子。哎，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鸽子真的会认路啊，会自己找回家。真的可以随便开到哪里随便放哦。对啊对啊，他就是在训练他要早知道回家路。我说哇，那不得了，哎，没想到大陆也哎，那你们有没有赛鸽？哎呀，您就说到核心上了，我们当然有赛鸽，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们这个资本主义才有赛鸽，共产主义一样赛鸽。哦啊，赛鸽如果得到奖的话，哎呀，您又说到核心上了。我要鸽子比赛，我要能得奖的话，我这会儿我就不开车了。跟大哥听说在内地啊，有时候坐计程车也，人家也不拿你的钱。我以前学陈水扁最早的时候，十步有五步是不要钱的。哇，他咋？他立法委员的时候，我就学他了。他们也这么崇拜陈水扁吗？那个时候啊，在当地立委的时代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啪，那个头发掉一撮下来，是我当时演的嘛，把他演得很红。所以我十部计程车有五部不要钱。哦，再丢阿斌啊，加厚弄面积。可是在北京有一次碰到不要钱。哦，哎，因为我上了2004年。北京跟上海春节大年初一的晚会，我就带着我的娃娃去表演妇女。哦，哎呦，演完之后呢，当时那年呢，春节是一月中，然后我是3月再去北京，我想说，哎呀，都隔了一个多月了，那走在街上大概也没什么认识我了。听说效果不错啊，我那天上了计程车，司机就问了，哎，先生，我觉得奇怪，你很面熟，您是什么时候搭过我的车吗？我说没有没有，我今天第一次搭你的车。我总觉得奇怪，你面熟。我说没有没有没有，第一次搭。不过我好像在哪见过你。我说啊，是吗？哎，
我在电视上见过你。哎呦，我说那有可能。认出来了。那有可能。他说就是嘛，没错，你就是那肚子能说话的那个台湾的那个邓先生嘛。肚子能说，对对对，就我肚子能说话，肚子能说话，就是富裕。哎，然后他接下来不得了了，一路赞美，还不如我说，每年他们的电视台，哎，就拿些烂节目瞎糊弄我们。今年我终于看到一个不一样的。哎呦，哎呀，人海茫茫，我能带到你，我太高兴了。既然我回去跟我媳妇说，跟我儿子说，我这有个本儿，你待会儿得给我签名。哎呀，这让我的好回去，我不如我说假话，你要证明。哎，这我也坐没多远，大概二十几块人民币。靠边一停我就下车了，然后帮他当然签上，哎，签上，是吧？哎呀，之后我就往那个胡同里走了。胡同知道吗？胡同巷子，北京好多行啊行啊，巷子巷子。哎，我就巷子里面进去了，结果就听到后面他下了计程车，邓老师，祝你在祖国发展成功，祝你好运。好可爱哦。他不要钱。他不收我钱，很尊敬你。哎，但是我说不行，你有老婆有孩子，要养。我后来钱还是给他。坐个计程车也用到“人海茫茫”四个字。对，他说人海茫茫，我还能遇到，我还能载到你。不过大陆真的是很大，北京太大。来来来，你这个是台湾人游大陆，现在来讲一个日本人。日本人啊，喏，看过跳上。日本的观光客到台湾，哎呀，有天的玩的差不多了，要回日本了。是，就是饭店门口招了个计程车，直奔中正机场。哎呀，啊，他想说，哎，不要快一点，因为时间恐怕袂赴。但是呢，他正好排班的那一部呢，黑带有看老淡薄，比较老的车，但是也都蛮好的啦，车子也干净。然后呢，他就是跑得慢一点，啊，他不是日本车。就这日本人上去就是，哎，司机啊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我快要来不及了。然后一边开，然后呢，这个上了高速公路，那你就知道车子比较车况比较老嘛，他开的比较慢。然后这日本人就，哎，还要哥，还要哥，哎，然后忽然间，咻，一部车子从他们旁边经过。哦，可能啊，那 Toyota 的车呢 ，Toyota 一部 Toyota 就超车的就过了嘛。对 ，Made in Japan， 所以很快啦，很快啦。哦。哎，等一下，过了一下子，刷一部，哎，哦，马自达，哦，还要伊的是呢，很快很快。哎 ，Made in Japan 啦。啊，意思拢讲啥？拢足紧的，拢一就我这一台很慢嘛。他说，哎，司机啊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刷，等一下又一部过去了。啊 ，Honda 呢？哦 ，Made in Japan 呢？啊，很快很快。好了，终于到了中正机场啦。下来以后，他就问他。哎，多少钱？司机说，嗨，哎，差不多是2000多块。啊，他可以呢，我怎么那么贵啊？然后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位同胞，这位司机就讲了，哎，すみませんね，哎，可能啊，没打这个跑表，这个马表，马表 ，Made in Japan， 很快很快呢。为什么会这么贵呢？是你们日本人做得好哦，跑表跑得快呢，跑表都快，还有最近都嘛是坐公车跟捷运呢，哦，聪明呢，节省一点。来来来，今天那个邓大哥来要表演富裕 ，OK， 但是有这个主题叫做骄啊昂啊老啊，来靠过来。Hello， 我是老邓。Hello， 我是阿。Hello， 我是哪叫？哦，歹听，你卖有歹一波练呢？Blues， 哦，一个是 Austin， 一个是 Blues， 我算是老欧啊，我昂啊，我骄啊，哎，咱三个表演呢，不管安怎哈，今仔日冠军先讲我好，要贿赂裁判呢？不是啦，冠军一定要给钟大姐，哈。我们跟石中玉呢就陪绑就好了，我们很愉快的啦。啊，对啊，先闹尊贤呐。哎呀哎呀，买啦买啦，好恁啦好恁啦，恁三个。来啦，恁爱客气啊。哎，人家钟大姐已经80几岁呢，你几岁？啊，她是17岁。哦，17岁。我还未有对象哦。哦，还没有对象。我替代役男。啊，你都替代役男了。快说，我七岁，哦，安尼七岁算菜鸟，我鸟啊内底，我七岁就算老鸟啊，我算神龙小组的，哎呦，哦，我唔知一个替代役男，一个神龙小组的哦，你真是神龙小组，嘿哦，我为天顶落来拢会出错啊，哦，拢会出错，哎，但是呢，咱今仔日三个人吼，到底爱好好演，好好演，好好演，绝对袂使迄啰。
讲一寡有诶无诶。嗯哼。哦吼。诶，鸟啊，等者咱若唱歌爱肩卡有库拉斯诶。哦，我知。诶，啥物叫做库拉斯？诶，就是诶一个准诶雅思就来啊。当然咧。诶，鸟啊先唱，我先来。阮家的门口有一个军人大啊，个军人的姑娘啊，大家也无穿衫。我打工，咱这大家爱说笑，大家来说笑是有 class 有水准的节目呢。嘿呀，有水准的啊！哦，跳水拢也真准，好啊。来，着你。啊，着我。放心哈，绝对有 class 的。好来。我爱太爷，太爷爱我，对我来说，林志玲啊，算什么？喂，你还在笑死林志玲啊？林志玲落开我我多，我是较介意 ，Hello。你介意啥？时钟意啊。哦。你嘛较拜托诶，你是要老少配啊？我介意多好啊，温故啊，咱空多诶，点点。哎，恁娘吼，真正无卫生，拢乱唱一群啊！归去我来监歌。哈，什么歌？什么歌？我家己写的。哈，你也要写歌哦？哦，会晓。嘿啊，听看卖嘞。我自己写的歌，我比谁都爱你。哦呀，是啊。老师请了。想要告诉你，我比谁都爱你。这句话在我心中，徘徊不已。想要告诉你，我比谁都爱你。这句话在我心中留恋不停，从日出到日落，从黑夜到天明。嘿，姑娘呀姑娘， Won't you stay for me？要告诉你，我比谁都爱你。因为在你的眼中，滔滔自息。哦耶！一个人都爱结婚，两个好累吗？时间那没有停的，对啊，而且那个都没有感觉出来是一个人装的，对啊，好厉害，就是三个角色。来看评审可以给我们几分？来，我们的评审请举牌，第一位李雄阳先生，出分，陈玉峰女士，谢谢。我们来公布总成绩了。好，看一下今天的分数啦。一号选手石钟玉小姐39分，谢谢。二号选手钟英姐40分，谢谢。三号选手郑志宏大哥40分。对，今天我们有两位冠军。现在邀请李雄阳先生，我们颁发冠军礼旗。得到的是聚财水滴红玉髓项链，可以让你财源广进、平安喜乐、黄华裔、购货来源哦。好，我们来谢谢刚刚非常优秀的艺人朋友，还要谢谢今天现场的观众朋友、九零七会员，你们每个拜个拜过一样的，正好是这样，大家来尽孝，大家来尽孝，拜拜。